Move it. Today we're going to film We Love Cakes, this new segment. Anthony 以后跟我每个月会做一集给大家看，让大家看到最新的球鞋长什么样子。那我们只找台湾最屌的鞋子。那如果到处都有的，我们就不拍；那只有一家店有的，我们就会拍。那如果你是这样子的收藏家，你有特别的屌鞋的话，你可以跟我们联络。那请一入手就来电，那来 email， 我不会给你电话。OK。OK。嗨，我叫方丹尼，然后这是小陈、嗯。那今天我们在那个西门町新宿五楼的 Vintage， 那特别呢想替大家介绍一下台湾最新到货的那个限量的鞋子。那我们先从比较旧一点的开始好了。那由你来介绍。这个是最近美国 Brazer 这个鞋型呢，在美国应该算是比较夯一阵子，可是台湾应该还没有。正式的开始流行，它是 Blazer， 就是 Super Blazer， 对 ，Warben 的鞋型。那它跟一般 Blazer 差别在哪里？我们来比一下哈。Blazer， 这个是一般的 Blazer，、嗯、然后这个是 Super Blazer。嗯，因为最近好像 Nike 是有很多 Warben 的东西。嗯，然后我们来比较一下鞋底哈。看一下 Super Blazer 跟这个是 Blazer，、嗯、All right， 那这是 Super Blazer，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下面的切割是不一样的。Okay， 好，那这一段呢，换别款，换这个，你今天刚到的嘛？这个是 Air Max One Premium。Premium 什么 ？Premium。那有金标。金标，还有之前跟那个泰迪熊的 Dunk 那个 Teddy Bear Dunk 的一样的毛毛的玩偶的感觉。OK， 还有前面特别用了民族风吗？印第安的感觉。OK， 那像 Bizmi 今年有那个哦、oh, oh, ，那个玛雅系列的玛雅文化。OK， 对。Anyway， 反正我们不知道是哪个民族就对了，對反正就民族风whatever、嗯。OK， 那 detail 很棒，我觉得这一款 detail 真的很棒，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毛毛的地方，漆皮的。对啊，然后旁边的秋冬的感觉。对。特别是秋冬，像这边用了灰色，可能有在倾斜帮上不是那么容易当掉， okay. 跟白色比。好，那个这个是今天新到的 Air Max One AJF 3 Air Jordan 3跟那个 Air Force One 合体，是，然后它是有 The Best on Mars and Earth and Earth。OK， 黑色的是地球最强，火星最强。火星最强。OK， 那台湾的话，应该你从北走到南，每家鞋店找不到，就只有在 Vintage 西门新宿五楼 VATPE.com。OK， 那这两款的话呢，我会建议那个你卖给艺人好了，好不好？好，那再来一下，你介绍这个 Pump。这个 Pump。V-Bug 的 Pump， 以前的 Pump 是以前97成龙鞋那种比较低筒的，现在 V-Bug 多出了这种中密、中筒、中高筒款式，一样是有它 Pump Omni， 对，然后蛇纹是重点，我特别喜欢它的蛇纹。V-Bug 好像以前很少有其他蛇纹东西，加上要用金属。对，然后我有问 Alamos。他们这个是被秒杀的款，他们有出一个 Pump 低筒的慢跑鞋，嗯，而且他们 Pump Fury 的慢跑鞋，那这个是篮球鞋，而且它其他感觉像是布面的地方用的是类似类麂皮的质感，嗯，有比较高级的感觉，现在秋冬金色，嗯、这个 X Large 都没有看过嘛，对。这个应该台湾也是走断腿，只有你这家有了。嗯。OK， 好，那接下来我们换那个日本人的鞋子。嗯、这边这六双是最近 AP 出的城市限定88，这个鞋款叫88。这几双。嗯。它总共有22款，这、就是其中的6款。然后先跟大家介绍，就是说黑色这个是青山限定。
青山店限定，黑色的，黑色青山限定。对，然后这一款鞋子叫什么？八八 ADA OK 88、嗯。这个是 AP 以前的鞋型呢，主要是以 Force 或是比较艾迪达，他们可能都有他们有参考的影子。这个是 AP 他现在他自己发展出的鞋型。哦，所以跟 Nike 对 Adidas 就比较有区分的，然后它有高筒的，因为其实以台湾来讲，台湾人比较少买高筒，大概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成人会买高筒。日本的话，他们高筒鞋接受度可能到一半一半，一半一半。那这个的 detail 你比较喜欢或比较特别的？我觉得它里面用了毛巾布，也是一样，毛巾布的感觉。然后它鞋舌特别大，有一点。Nigo 他自己喜欢一点点美国街头的感觉，这、跟艾迪达之前那个大鞋舌的就蛮像。嗯，然后艾迪达那个更大，特别用、鞋底就蛮特别，可以看一下。对，有那个头，嗯，那个头，嗯，蛮漂亮的。然后其他各色的话，这一双是札幌，北海道札幌。可能因为北海道下雪的关系，用了蓝色跟白色，而且蓝色地方有点特别的纹路。嗯哼，对，北海道札幌鞋。看一下鞋底，鞋底一样，蛮酷的。它这个颜色真的还不错，蛮干净的感觉。好，所以一个一个来，那下一个，下一个这个是台北店限定。What？ 我们台北店有专门的限定、台北店有，因为台北店的。No每个城市台北店很刚好是紫色，来来看一下台北的台北的、嗯，我们国际化了啦，台北，我爱台北，而且香港店是很丑的绿色哦，好，就是那种小黄绿那种。台北赢了，听到没有？台北赢 了，台北是紫色的，台北紫色赢了比较少。对，好，台北的下一个，然后这个是哪里的？想一下哦。就先跳过了。什么？这个洛杉矶哪一个？这个是 LA, 洛杉矶哦 ，LA 的洛杉矶、okay ，洛杉矶的。洛杉矶是 Babe 最近海外新开的分店之一，嗯、最新的是法国。洛杉矶，史恩住的地方。对，洛杉矶。史恩看到没有？洛杉矶限定在这边台北店里面。橘色、紫色、蓝色两个，感觉像美国感觉。卡通，卡通，卡通。OK， 让我想到那个美国漫画，有吗？对、啊。好，那啊，这个我想起来，这个是那个名古屋限定，名古屋日本，这个是什么 ？Baby Blue 吗？算粉蓝呐、啊，应该是、Baby Blue， 然后 Royal Blue 的鞋底，对，还是一样，它有特别象纹，对，感上还是。好，这个这一个呢、这个是涩谷店西浦雅限定。它涩谷店是用它特别的这个绿色，有点像是那种爬虫类的绿。涩谷店，涩谷店对涩谷店，应该算它识别色比较识别度比较高的配色之一。嗯哼，跟青山店的话，现在一般 Babe 商品的话，青山一定就是黑色系，涩谷店就是这种。蜥蜴绿 ，OK， 蜥蜴绿，好，小城区的。我们只找台湾最屌的鞋子，那、如果到处都有的，我们就不拍；那只有一家店有的，我们就会拍。那如果你是这样子的收藏家，你有特别的屌鞋的话，你可以跟我们联络，一入手就来电，那来 email， 我不会给你电话，OK， 好，就这样。